我觉得像乌龟王吧。啊，来，拿回去让你妈给你腌酸菜吃。好的呢，爷爷。咦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那呀，有虫啊！爷爷，你看好大一条虫啊！恐龙虫。我的个老天爷啊，这个都不认识吗？你们是咋上的学啊？这个呢叫蜗牛，蜗牛的蜗，蜗牛的牛，它还可以把自己缩回壳里去。哇，好神奇呀！那它可以吃吗？用来烧烤应该很美味吧？我的个祖宗啊，这不可以吃啊！可惜了这滑嫩的肉了，我也想变成蜗牛，像它那样缩进缩出，还不会被人吃掉。来吧，这里有两个筐，一人一个，看谁模仿的像。好呢，开始你们的表演吧，慢慢爬吧。爷爷，你看我们模仿的像不像啊？像呀像呀，很像呀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是蜗牛，我是蜗牛，我是蜗牛，嘻嘻嘻嘻嘻嘻。猪爷爷，看见佩奇了吗？哦，佩奇呀，我没看见呀，我只看见这里的两只蜗牛。我们在扮演蜗牛，是不是很像呀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啦。我觉得像乌龟王吧。